什么伪装？黄色外观吊杆上还写着起重机，靠近细看才发现，原来这是只变色的云豹。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。装甲584旅呢，从新竹机动移防到桃园地区，与民间某个资源回收厂做合作。可以看到呢，附近都是破铜烂铁，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没办法发现这里其实有一台 CM11。一声令下，战车内的弟兄迅速冲出集合，在各式甲车附近也有警戒兵部署，随时给予火力支援。其发射的构想是在于这附近工厂林立，其有很多的工程车以及起重车在跑，模拟共军犯台。国军战备周27号起一连5天4夜的演训，全台各地都有操演就领。这个地方市场内摊贩正在摆摊，白蓝色相间的帆布出现在这里似乎很合理，但靠近翻开一看，里头竟然是辆迷彩 M113 装甲运兵车，还有军人在枪塔上随时戒备。华防部的防护演练将兵力战车隐蔽在民间，还把原本迷彩甲车涂成灰白色，驻防在水泥墙旁，再铺上树叶，一秒融入背景，保存战力。国军集思广益，拼创意，更要秀战力。牛逼啦！牛逼啦！逼！啊！啊！啊！牛逼了！